一会儿要去砍竹子喽。这么坚硬，这个怎么那么难砍？我受不了了，刀掉了。不是你赶飞机吗？你几点飞机？你真是个拖油瓶。咱也不歇会儿，歇会儿歇会儿。我这也太轻松了，好像不咋着。我这只手空空荡荡的，再刷刷手机。哎呀，多少有点没挑战了，咱俩这。团建喽。那小子有病，还给你整活在那儿啊？要不我来，我真气死！会不会生？救命！给我开个窗，我要吐啊！窗外的麻雀，我已不在。天天待在那儿，给我待 emo 了。哎，怪我，怪我弄这个，习惯就好。又陷了，还没走半步路呢，又陷了，我都无语了，我都。今天好精彩啊，我觉得。左，我回来了，一日不见，听说你抑郁了。我开两次机器，把两次机器陷进去了。反正这两天都是晴天，晒一会儿再弄呗。来，下地帮他们起笼。这不是你们三个人的种植组，这是我们十个人的种植组。兄弟们，加油干！热血，整！